李武林和王金杰每天早起拢赴车小寨来靠老人的照中心服务，是过了真快乐。其实一当前，因的难登面临中年失业，乖照顾年老的父母，日子是真歹过。哎呦，做烦恼哦！啊，老人买照顾，啊，咱要上班哦，佫无法度专心去外口工作，这确实一个真大的问题。就业的机会很少啊。哎，对啊。哎，啊，伫这偶然机会之下吼，透过这多元就业方案。照顾的这边家，就着多元就业方案，了靠湖老人伫照中心，李武林和王金蝶两人照年龄和爸母来伫照，也就近照顾，生活上渐渐有了改善。这是蛮幸福的啦！自从我这次哈多元来这边服务，哈、哦，然后我就把我公公带来这边，哈、哦，一起来这边跟老人一起来活动，这样。这边的这个课程哦，哎，帮助足侪，阮这所谓照护员哦去。参加训练吼，啊，伫这个事业上吼，当个开创了一个第二专长，吼啊，伫这吼，透过咱这個多元就业方案的这个机会吼，互阮这个家庭吼，会当安尼生活上无匮乏。在多元人力他们进来的时候，他们一开始也是并没有什么专长，那我们会辅导他们去考那个照护员的证，受照护员的训练，然后考照护员的证照，这样子培养他们有照护员的这个第二专长。沿海人口老化和偏向老人的教人力资源真欠缺，现在有了政府的多元就业方案，家己合作是得到不错回响。在地真的是老化了蛮严重的，然后我们只是付出我们一己之力而已。如果你真的是觉得像我一样，小孩子都大了，所以不需要。要怎么照顾的话，回来乡里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照顾长辈和长辈有功有求，是李武林和王金蝶两人每天上快乐开始，让为找到工作和长辈互动，开创新的人生。多元就业，创造就业。记者李克山，差不多。